以为的零零后当老师。表姑在温州搞批发的下一句是什么？老花，你来回答一下。不会是吧？这不会你对吧？啊？老师，老花正在带手机。老师，我下次保证不带了。你又没玩，紧张什么？就算玩了，把声音开小一点不就行了？老师，您不罚他吗？罚呀，马花，就罚你待会儿下课来我办公室，咱俩一对一，输了的连看两集东八区的西八。算了，不等了，上号，现在就来。实际上的零零后当老师，下节自习课啊，我不在，你们都自觉点。好，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，一声钟，一声钟。哎，再等等，再等，三二一，一人一个，都给我拿下！假如你拥有了一张逆天改命卡，干啥不行，吃啥不剩。潘娘娘，我劝你明天家长会趁早找个地方。老师，您就别说他了，他都没家长还开个单会呀。我要是也有个温暖的家庭，就这交不起电费也就算了，就连小广告也逆天改命卡，跟着拍拍手呢。小东，你爸今天家长会能来吗？应该能吧。能什么呀，真把家长会当成我要找到你节目组了。秀明，不会说话你就把你那坐便器关上，防止散味儿。都安静一下。文娘娘，既然你没家长，那这家长会你就等等。谁说他没家长的？我是他爸。不是，你是马云？不可能，马云可是世界首富，他怎么可能是黄娘娘他爸？黄娘娘，他真是你爸？哦，他，我明明跟我爸他祖孙20多年了呀，他这突然回来，难道是因为？哦，老师，他就是我爸。他要是你爸，我就把这课桌吃了。那吃的时候喝点水，别噎着。这，既然你是他爸，那儿子，跟我回去继承公司吧，这学咱不上了。他这个成绩，黄总，那我们这个一轮融资，您看？先这样吧，我还有事要办。盛明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吧。老师啊，凭啥呀？就凭我已经把这所学校给买了。不可能，我爸是校长，他是不会。盛明，校长换任了，要不你再忍个爹吧。